为着安全起见，我甲你做去投案，安尼伊就无法度伤害咱啊。柯小平对你有温情，你敢会当后世人照行？除非你无想要阁看到阿妈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要我走，我就安怎走？杜承恩，你凊彩讲小娟伫你的手头，我就会相信你哦。那你想到尸体啊？你就相信啊？我无对菲菲开枪，那是杜承恩做的。你物件我乱吃话，我袂用乱讲的，什么杜承恩？爸，我真正无时间啊，你只好爱恁来。喂，警察！阿姑，你要叫柯小平给你绑来遮用。请你赶紧甲恁阿姑解释，确实是表哥对我开枪的，而且表哥伊嘛不是恁啊。所以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，我会当借你的名，去换我妹妹小雪的名。为着安全起见，我甲你做去投案，安尼伊就无法度伤害咱啊。柯小平对你有温情，你敢会当后世人照行？除非你无想要阁看到阿妈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你要我走，我就安怎走？杜承恩，你凊彩讲小娟伫你的手头，我就会相信你哦。那你想到尸体啊？你就相信啊？你老这个地，以前干吗店唔是会当看房子？咱有搁较好的条件，就是咱起来本，便当提条未来间的厝。啊，其实有真侪建商啊，甲地主签同意书了后啊，啊厝拆了了后啊，才重新讲条件。唔知影讲恁是毋是种黑心肝的建商？我无对菲菲开枪，那是杜承恩做的。你物件我乱吃话，我袂用乱讲的，什么杜承恩？爸，我真正无时间啊，你只好爱恁来。喂，警察！阿姑，你要叫柯小平给你绑来遮用。请你赶紧甲恁阿姑解释，确实是表哥对我开枪的，而且表哥伊嘛不是恁啊。所以我希望你会当甲我斗相共，我会当借你的名，去换我妹妹小雪的名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